正常土培啊，一个棚最多能种10000棵苗。采用这种智能化的温室，也是立体栽培啊，一个棚能栽种是2.5万棵苗。这种种植模式呢，节省了人工，节省了物力财力，同时呢，它能够提高咱们这个植株的抗病能力，减少病害的发生。再者呢，就是它生产出来这个果实啊，口感好，色泽鲜亮丽啊，品相好。